江苏高邮人巴鲁智的熟食称为熏烧，人气颇高的蒲包肉是高邮熏烧中极富特色的一道传统小吃，也是当地人劳作一天后慰藉身心的下酒好菜。 这里边的话，三四趟了，就是经常到这来的下酒啊。我们从小就在念他这个，他爷爷那时候就开始卖了，十几年了，在他家吃的，家的味道，妈妈的味道那种感觉。哎，是，我也走了。出生于高邮的作家汪曾祺曾在他的小说《一饼》中提到过这种家乡美食，并对其滋味大加赞美。 这道让高邮人如此喜爱的蒲包肉究竟是什么滋味？又有着怎样的制作秘籍呢？老板，我来买蒲包肉了。这个就是刚刚做出来的蒲包肉，其实是一个小葫芦状的哈，对吧？是的，寓意那个福禄。我们需要帮你改一下刀，尝一下味道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这个肉感很足很足，淡淡的清香味的，好像我吃着还有一股豆香味。这就是一个小秘密。 能跟您一块儿学着做一做这蒲包肉吗？是家里的妈妈在做的，那我还得另外再拜一位老师是吧？是的。吴晓是管春香的儿媳妇，一直帮着婆婆经营着这家小店。制作蒲包肉的手艺到管春香这里已经传承了三代人。为了保持住自家蒲包肉的传统风味和好品质，上了年纪的香姨在制作上仍旧坚持亲力亲为。 对比下来的话，他吃的苦是更多更多的，更心疼一点。靠着炉子啊，特别热的，他都不让我去做，心疼我。吴晓一心想分担婆婆的辛劳，这会儿他让味道调查员跟他一同去采买蒲包。哦，这就是我们吃蒲包肉的蒲包呗，样态跟我吃的时候不太一样了。这后面我们还要经过一个处理的，哦，还得加工一下是吧？是的。高邮水乡，变声香蒲。 其叶子作为蒲草，用来编织成蒲包，就是为蒲包肉增香的神器。可为啥这些买回来的干巴巴的蒲包闻起来一点都不香呢？小吴姐要对蒲包事先进行怎样的处理，才能让其为蒲包肉增香呢？先用水泡。 哦，得浸泡是吧？对，泡7天才可以来包这个肉。首先它味道就会更加的清雅一点。小吴姐说，蒲包经过7天水泡，蒲草中的清香味被激发出来，用它装入肉馅儿制作出来的蒲包肉才能自带独特的蒲草清香。虽然有了可以为蒲包肉增香的蒲包，但要想蒲包肉滋味地道，更关键的还在于给肉馅儿调味。 那么，香姨拌制肉馅儿会有什么独家秘诀呢？必须要煮的清酱，因为细嫩，成小丁子。首先呢，放那个生姜和葱，我们提前呢就把它打成了这种比较细腻的。为什么不给它切成末加进去呢？细的之后呢，只能吃到味道，但是咬不到那个东西。香姨制作肉馅儿从不马虎。 用大块的肉丁做馅儿，而葱姜则需打细后再加入，为的是既能让肉馅入味，又能在吃的时候吃不到葱姜的颗粒，让蒲包肉最终有着润滑的好口感。接着盐、糖、白酒、五香粉依次放入，每放入一种调味料后，都要仔细抓拌均匀。 阿姨，最辛苦的样子是什么样的？就是早上天还没亮呢，妈妈就起来干活了。一般几点啊？3点左右吧。凌晨3点就起床干活啊？得忙到什么时候呢？有时候下午也做，一天就睡几个小时的时间。没有想过就说，哎呀，算了，不做了，好累啊。有些老顾客嘛，他过来就说，就喜欢吃你们家的，这可能也就是妈妈他们坚持到现在的嘛，就是。 儿时的回忆，一种记忆，是不是一种味道？就太多高邮人儿时的回忆跟妈妈的辛劳是相挂钩的。肉馅腌制约3个小时，完全入味后，再加入可以增加粘度的豌豆粉，抓拌到可以轻松成团的状态，就可以准备装入之前泡好的蒲包中了。在装馅儿的环节，香姨还会有什么讲究和技巧呢？现在它是可以伸缩的。 哦，而且闻起来真的会有那种清香味儿了。豆腐皮先削了，方块。
还有个小助手，自己搬好了自己的小板凳。那你包的你就自己吃好不好？好的。要放多少肉呢？包两左右吧，有一群就可以了吧。是这样吧，再把豆皮一包，经过加热之后它就会化掉了，所以你是看不到它的。香野，你看一般大家会觉得婆媳关系嘛，总会有些小矛盾，但我感觉你们之间好像没有这个困扰哦。对，母女吧，把它当小孩子看嘛。豆皮在其中，既可以吸收肉馅的油脂，减少油腻感，也可以为蒲包肉增加一股豆香。奶奶，要是为什么你包这个都会那么快？为什么呢？哎，可是我之前在店里吃的时候，它不是一个葫芦状的吗？这儿应该还得再绑一根绳吧？那个是我们煮好了之后才开始绑的。水煮约25分钟，待蒲包里的肉馅儿完全熟透，最考验制作者手艺的时候就到了。一定要趁着蒲包肉刚出锅最烫手的时候，立刻将其捆扎成葫芦形状。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哦，香味很浓哎，现在这温度也是最烫的。不烫，我们习惯了，还是得戴上这线手套。你也戴一双吗？我不要。啊，戴了手套还是觉得烫啊。啊，我刚才还没有观察到阿姨的手关节都变形了哈。她这个手的话，常年都泡在水里的。我有时候也会帮忙，她觉得我们太慢了。在妈妈眼里，孩子再大也是小孩子。我30了。三十。现在扎的这一下能起到一个什么作用？收紧。收紧，还真是。你看里边的这个汁儿啊，被我们这么一收，就全部被挤压出来了。嗯。呀。垮掉了是吧？垮掉了，垮掉了，它会乱跑。哎，但是你看啊，我刚刚用力的这么一系，它这个葫芦形儿就出来了。对，现在其实也是最好塑形的时刻，像这个放凉就可以吃了哈。对，刚出锅的蒲包肉非常烫手，但却是为其塑形的最佳时机。只有趁热快速将其捆扎成葫芦形，挤压出肉馅中多余的汁水，才能让之后冷却的蒲包肉获得紧实筋道的好口感。嚼起来肉感十足，肉香伴随着豆香和蒲草香在唇齿之间萦绕。蒲包肉不仅是高邮人从小吃到大终生难忘的那一口故乡美食，更是香姨一家几代人一直坚守和传承的老味道。